Lord Savior. I believe he's the risen one. I believe that I'll live forever. I believe that my king will come. Cause I have found this love. I believe in the sun. Show me再次的回到 Wonder Kid Channel， 大家好，我是 Lixon 哥哥，我是珊娜姐姐。哇、wow, ，珊娜姐姐，你知道、欸、我考考你、oh, ，OK？ 好，在圣经里面，你认识哪一位的王？我认识大卫王。大卫王。所罗王。扫罗王。扫罗王、啊、，OK？ 还有。差点讲错了。还有所罗门。对，所罗门。好，那我问你，你认识约撒法王吗？约瑟法王谁来的、啊、不懂是不是？不懂。那 Wonder Kids， 如果你一样跟珊娜姐姐不知道这个王是谁，他的故事是什么？好，那记得等一下呢，在整个讲道中要留心听，也要专心听，那就才可以听到，才可以知道这个王的故事是什么，好不好？好，可以。All right， 那我们话不多说，那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起从座位上站立起来，以最兴奋的心一起来赞美敬拜。敬拜你，耶稣我的主，无
相比，无人能与你相比，你掌权直到永远。诸天深海，当受极大赞美。哦哦哦，祝你满有能力，世界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我的第三声唱。哦，何等伟大的爱，高过诸天深海，当受极大赞美。祝你满有能力，圣洁盼望是你，我要敬拜你，我要敬拜你，我要敬拜你，耶稣我的主。问题想要问你们，让你们去想一想，你觉得我们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个 very good 的神，是不是啊？是的。哇，我们的神真的很棒。无论今天我们在哪一个的地方，我相信神的同在就在你们的当中。 Amen Amen。 好，主的姐姐鼓励每一个的家长们，爸爸还有妈妈，你也可以陪同你的孩子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我相信神今天要来充满我们，充满你的家庭。预备好我们的心，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属于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我属于你，永远的部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全心全
全心全意来爱你。让我们高举手，一起来敬拜。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们力量，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用我们的心来敬拜他？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给我们力量？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是的，神，我们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这时候，我们就像这首歌说的一样。我们要来爱你，我们要更多来爱你。耶稣，我相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要赐给我们力量。耶稣，孩子也相信神，你要浇灌每个的家庭。孩子，把每个的家庭完全交在你的手上。Amen。家人每一个的爸爸妈妈完全交托。Amen。 耶稣，我相信你要赐他们力量。 Amen。 圣灵，你要与他们同在。 Amen。 让我们在唱一次的时候，我们可以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继续的高举我们的手来敬拜他。能不能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主耶稣，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相信你已经在每个的家庭动工。主耶稣，求你继续的在平常的日子里面，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敬拜你，更多的来认识你。主耶稣，让每个的 Super Trooper 可以更多的来祷告，向你来祈求。谢谢你耶稣。主耶稣，孩子，把等下的时间完全交托，奉耶稣的名求祷告。 Amen。 Amen。 Hello Wonder Key。 在好多年前呢，美玲姐姐有一位的同事，她当时是一位的基督徒，我们两个同时都在公司面对到人事的问题。然后呢，我的这一位同事他被欺负了。你知道当时候虽然我的这一位同事呢他被欺负，但是美玲姐姐每一次看见他的时候呢，他无论面对多么糟糕的事情，他总是呢在工作的期间他都会哼起赞美敬拜的诗歌。当时候呢还没有信主的我常常觉得，哎，这位的同事怎么可以这么喜乐？而且啊，每一次交在他手中的工作都会非常顺利的就可以做得好，而且能够很顺利的就解决。而且呢，这
这样子的情况引起了我一个很大的好奇心。原来啊，他的心里有神，原来他的心里面对神是充满信心的，神也让他在工作上非常的刚强，而且呢，在工作上的表现相当的优秀，老板也非常的欣赏他。你知道吗？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约沙法，他也是一个常常开口赞美敬拜神的人。你知道约沙法是谁吗？约沙法是大卫王，就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这一个的后代。然后呢，你知道当时候做王的，他们的后代呢都是一代接一代的去坐上这个的王位，而约沙法就是大卫的后裔，当时候他正在做这个的犹大的王。在这个的时候呢，约沙法他是一个非常强的人，非常勇敢，而且呢他对神的信心是很坚定的，不偏左也不偏右。约沙法他的眼中，他的心只是单单的敬畏耶和华神，而且他非常遵行神的诫命。约沙法没有像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去拜偶像，他没有像他们一样去民间的这一些的偶像巴利啊、亚瑟拉，他都没有拜，他的里面只是单单的敬拜耶和华神，而且呢，他把所有犹大境内的偶像这一些的假神、丘坛全部都除掉，为了不要让他的人民继续陷在拜偶像的罪里面。约沙法呢，还安排了耶和华神的祭司来巡回整个的犹大各个的城市，教导当地的人民怎么样跟随神，怎么样的来敬拜，教导他们做神眼中看为对的事，不好的不要做，让他们的心单单的只是跟从耶和华神。你知道，就好像今天哥哥姐姐在每一个星期六，每一个星期日，我们都会在教会里面有主日学，我们有崇拜，就好像哥哥姐姐在教导荧幕前的你怎么样的来顺服跟随神的话语，成为一个很棒的孩子。你知道有一天，这个的摩亚人、亚门人还有这个米乌尼人呢，他们这三个地区的人要一起的来攻击这个的约沙法王。如果你是约沙法，你会怎么样？有三个国的人要来攻击你哦，要来跟你打仗，你会怎么样？你知道约沙法其实和我和你一样，当我们面对到这样子的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惧怕很害怕，因为有三个国的人要来攻打我们，你知道吗？但是约沙法虽然惧怕，他越惧怕他越来跟随神，寻求神，跟神来祷告。而且呢，约沙法也在他的国内跟所有这一些的犹太人跟他们说，我们要一起的来祷告，我们要一起的来进食，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来祷告。你知道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当他们的心这样的向着神的时候，神的灵临到一个的人的身上，来到一个人的身上，神借着他的口跟这个的约沙法和所有的这些的人民说，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亚哈西，神借着亚哈西来跟王说什么呢？他说，不要因为这么多的敌人在我们的面前，在你的面前，你就觉得很惧怕。你要知道，因为神今天要施行拯救，跟我一起说，施行拯救。神要在这个时候要施行拯救，而且你们要去迎战，要出去跟这一个三个地区的人一起来打仗，不要惧怕，因为神要与你同在。耶和华神要与你同在。这时候约沙法王和所有的犹大人听见了，
他们都充满信心，他们都相信这一个的话语要成就，他们会得胜的。于是他们全部人都跪下叩拜神，敬拜神，大声的赞美我们的神。你知道吗？在这一段的期间，约沙法王他是对神有100%的相信，他也相信他依靠神的时候他可以得胜。赞美敬拜的力量可以让人的生命跟神连接在一起，我们的生命都是充满能力得胜的。阿们。你知道在这样子的情况以后，约沙法听见了神的话语这样的来跟他说，他就充满信心了。隔天早上，他带着众人一起去到提哥亚的旷野去。正在要出去的时候，约沙法王就跟人民说，我们来商量一下，我们要来设立唱歌的人站在这个军队的前面，他们要穿上圣洁的礼服，然后要在军队的前面要来赞美敬拜耶和华。军队就在赞美敬拜团的后面。你知道当他们这样的把这个的赞美敬拜的人放在军队的前面的时候，赞美敬拜团的人就开始唱了，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们就这样的大声的赞美敬拜的时候，这个时间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当所有的人都开口来敬拜神，耶和华神就派下伏兵，派下伏兵在他们的中间保护了整个的犹大人。然后呢，这些的伏兵击杀了所有3个国的人民，让这一些敌人都全部倒下，这样犹大人就完全的得胜了。你知道吗？赞美敬拜的确带来极大的能力。当我们遇到状况的时候，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都要常常在我们的口中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赞美敬拜是对神表示一种信心，好像约沙法王一样，赞美敬拜是表示对神的敬畏。神要让你战胜你生命里面的仇敌，比如说懒惰、贪心，而且骄傲等等，这一些你生命里面的仇敌，神要借着你开口赞美敬拜，让你的生命变得不再一样，成为一个得胜的孩子。阿们。那我们在家可以怎么样的赞美敬拜呢？我们如果在家的时候，我们可以开这个诗歌的音乐，我们可以跟着一起的来唱，我们可以跟着一起的来赞美敬拜。如果你会乐器，你会弹吉他，你会弹钢琴的话，那就更好了。你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伴奏，透过你的声音，透过乐器来专注的来赞美我们的神。如果你不会乐器的话，没有关系，每一个星期日我们都会在 Wonder Key 的聚会里面，前面的部分我们来赞美敬拜神。那你可以用一张纸，你抄下这个的歌词，你不会乐器没有关系，当你抄下这个歌词的时候，你可以记着那个旋律，在家看着歌词自由的来赞美敬拜神。你要记得你的手掌甚至你的口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乐器，这是神给我们自然的乐器。阿们。所以我相信神非常非常喜悦你这样的尽情的来敬拜他，你这样尽情的来赞美他。神要透过赞美敬拜的时候给你能力，给你得胜。阿们。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要向约沙法王来学习，像约沙法王这样的来经历我们的神的带领。相信的说阿们。那我相信在这个的时段，神的话语已经在你的生命里面成为你和我的祝福。我宣告我们 Wonder Kid 里面每一个的孩子都是合神心意的孩子，都是赞美敬拜的孩子。 Amen。 神祝福你。Hello Wonder
Wonderkids 又回到我们的 Minecraft 时间了，我是永妮姐姐。那圣经呢有说到我们要凡事喜乐，常常祷告，不住的感恩。那今天我们要做的 Minecraft 呢，就是要做祷告的行动。 OK， 那 Wonderkids 我们祷告呢是需要行动的配合的，而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关于到行动。 OK， 首先呢我们要需要的工具就是要四个或者 more than 四个的 ice cream stick，然后呢一个透明的杯，还有几个colorful 的纸条，那还有我准备了两支的这种 magic pen， 然后还有铅笔，然后有 glue， 还有剪刀。那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 OK，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写这些的字在这个 stick 上面。 OK， 一个 stick 就代表一个星期你要为着什么来祷告的。那还有这一个呢就是放你的 ice cream stick 的杯，所以呢我们可以拿这一些的纸条来做装饰。 OK， 那永妮姐姐呢就决定要画一个 love 在上面。 OK， 直接就画一个 love 在上面就好了，所以我呢就剪一个 love。 OK，装饰你们的这个杯，可以用你们自己喜欢的方式啦。OK， 你们可以弄在它美美也 OK。OK， 我就画一个 love。OK， 画几个 love 啦。OK， 啊，看到我的 love 吗？哈，然后还有这里也有一个 love。OK，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 love 粘上去这个杯。OK， 好。OK， 我就把这两个 love 粘上去。OK， 粘一个，然后第二个粘在这里。OK， 那同时呢，我也会画几个东西在上面。我就直接把我的名字，因为有你姐姐剪东西没有很厉害，我就直接把我对耶稣的爱写上去就好了。OK， 我的名字叫永妮嘛 ，YN， 我就写 YN 上面这里。你们可以照着你们喜欢的方式来 decorate 啦。OK， 很大个。OK， 我是写名字就好了。OK，YN、okay, 我的名字，然后 J，OK，、okay, 我要画一个很大个的 J。J 就是 stand for Jesus。OK， 已经好了。OK，YN、okay, 就是永妮爱 J Jesus 耶稣，永妮爱耶稣，所以我的这个杯已经完成了。那接下来呢我就要做，可以放在旁边，我们要做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把这些 ice cream stick 写上去。 OK， 比如说我这个第一个星期我要为着 Wonderkids 祷告，那我就写 WK。 OK， 就把 WK 写在上面，就是代表我要为 Wonderkids 祷告。 OK， 那已经好了。 OK， 我就把它放进去。那第二个的话呢，我可能要为着我的学业祷告，我就写学业在上面。 OK， 学业。 OK， 可能装饰一点，画一些东西上面。 OK， 学业又把它放进去。那过后呢就到我可能要为着我的爸爸妈妈祷告。 OK， 我就写我爸爸妈妈。OK， 爸爸妈妈。所以 Wonderkids 你可以为这不一样的事情祷告。那如果你家里还有更多这种的 ice cream stick， 你也可以用来写也 OK。 OK， 所以我已经写好了爸爸妈妈。然后最后一个呢，我要为着我们国家祷告，我们国家叫马来西亚。 OK， 我就要写。 OK， 可能我换一支笔，用这个笔写，我写马来西亚。 OK， 马来西亚。
所以我就写了马来西亚，那我也放进去。OK， 所以这里呢就有四个星期的这个 stick， 然后呢我每一个星期可能 one kiss， 你可以在你们每一天的睡觉前或者早上起来呢，你们可以抽一个，比如说我现在抽到这个是 one kiss， 那我就要为这 one kiss 来做祷告。OK， 那我们呢要说，我们刚才就说了嘛，祷告是要行动的，所以呢 Wonder Kids 们你也跟我们一样的，一起来做一下这个手工，然后我们也为着我们的不同的事项来做祷告，一起来操练祷告的行动，加油，拜拜。哇，刚刚的故事非常的精彩，那珊珊姐姐你知道这个王是谁了吗？知道了，他叫做月沙法王。对啦，那你学到什么呢？我考考你。我今天学到了我们要赞美神，赞美神，还有要对神有信心，对神有信心，还有我们也要啊，我们也要有一颗勇敢的心。对，没有错，勇敢的心。哇，那看来你都是领受满满了。对。好，那在离开之前呢，记得帮我一个忙，帮我按赞、订阅、OK， 分享，还有打开我们的小铃铛。对了，那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了。好，所以呢，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哦，拜拜。